指对象对面的上路飞狮。Welcome to Wild Rift。刚画面有点卡，所以我把它重开一些。Minions have spawned。First blood. Ally slain. Enemy double kill. Ally slain. Hi.早安呢，烤虾。Enemy killing spree.You have slain an enemy. 兵那么多啊，跳过了，还闪过，跳过啊，真有病。他都乱交招，他这个飞狮应该在练的。那对线就觉得他怪怪的。他一定会想吃炮车吗？你欠扁。他又回来，真是。他其实走掉，我就杀不到他了，还是他。他觉得他拼得过吧？那鱼那么小只，又不是大只的，伤害不够。没有，刚刚玩的。这边就自己笨了吗？因为他们的江狗没有出来，我真的是傻到自己脑冲上去，很好玩啊！他那个 Q 改动太 OP 了，你符文啊，符文带那个什么第二颗啦，带那个第一个。那个加伤害的，哎、欸，你一个 Q， 你只有一把长剑可以打一百多，打一百多太扯了。那一百多你还可以回血啊 ，OP 呀、啊。
他不是有四个服务吗？第二排的第一个带那个带第一个啦，第二个的带第一个，就是有加伤害的那个，那什么四性伤害的那个，嘿，啊，你再加常见，你这样可以打100多，一个 Q 就100多，当然要扣掉对方的防御啦，啊，像他这个是法师，被打就超痛。啊，凶残凶残！但我好像不是带凶残，我忘记我带什么。这样看不到。你这还想跟我打，真是，唉，我觉得那个卡莉丝笨笨的。Enemy killing spree。嗯，打野不知道为什么选了一个石头人，那是阿长。这边他有妈妈，我没有。而且应该闪去果子那边，我敲个果子应该还可以拉回一点点血。其实猴子正常玩，第二件要出那叫什么黑切啦。猴子正常玩，第二件要出黑切。啊，只是反正打这种局就不出陨落吧。是第一件胜利。会强超多，你的 EA 然后 Q， 哎，这样就可以打，哎，如果对方没有防御的话，快打700的伤害，嗯，这样不强吗？如果有点抗性的话，可能打个500，哎，这样也很痛吧？很好用啊，如果你出黑切的话，你那一套下去大概只有300的伤害，我算过了。啊，但是你的 CD 会很足够啊，嗯，血量也足够。但是，我玩上路吼，我就是要消血而已啊，我就是要迂回。你就一套下去，哎，没有回来，没有回来，啊，他再不走，他就准备死，或让他不能支援这样。打野的确要那个黑切。因为钱不太够哦，胜利出胜利会太慢，但是。
胜利的那个一套的，就只有一，三加一技能啊，伤害会比较够。有，我看到，我开网页。小鱼真的是，他也是调皮啊。Enemy slain。虐菜可以出陨落了，就是你单挑会非常的强。敌人大概敌人2000血的话，满等一套也是500多，三刀啦，就是一三技能普攻加一技能，这样500。我觉得这样很 OP。Top turret is under attack. Okay.Turret is under attack. Turret lost. Middle turret is under attack. Turret lost.Enemy slain. Ally slain. Enemy slain. Ally slain.
enemy team has slain the dragon.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那卡莉丝，那样的血量过来真找死。手那也怪怪的啊，他就一个人开个大，然后呢，没有人，然后石头人也怪怪的啊，那边就没有龙啊，去那边死掉，我真不懂他们到底在打什么。啊，这边就等他们了。啊，差不多我再来，反正他们没有配合啊，就这样吧。要他们不要过去，索纳就是皮。直接打就好啊，石头人硬要回家。然后那个 AD 也要回家，我不知道回什么。
闪哦，马洛斯。那个石头人说：“哎，赶快来吃远古龙啊！要解任务打电脑，还理他，还远古龙。”真是阿长。Victory. 就很就是那法洛斯太想要收头，他那个闪现导致他后面不能操作。反正要玩猴子的话，就把我这个陨落改成黑切吧，会比较稳定啊。